里长站在第一线，对于民众的需求是最清楚了。而新北市长侯友宜他上任以来，率领的市府团队到各区与里长座谈。而5月13号来到了三重，听取了里长的建言之后，了解基层心声，希望有效解决问题。把握市长率领团队到三重的机会，三重的里长个个有备而来，针对水利、公务、交通、警政等各面向提案讨论。而里长不约而同对于污水下水道系统很有意见。这个鸭脖港那边啊，因为那个地方是三不管地带啊，在就是我们三重跟罗州五股的地带，可以说是以后要做基层道路是要蛮久的。可是那个鸭脖港真的是又脏又臭，我们那个有小公园，小公园为什么没有人会去那边？就是蚊子多，我们也是尽量去把它改善。前几天也请我们王通辉委员哈来做一个现场的会勘，我们污水泡面哈，因为你都说管线没有办法过，那就是你管线不按照轨迹的歪走啊呀，那你应该想一个配套方式给我们吧。没有，那我们帮你想一个配套方式给你们，你们可以参考，建议看看是不是归纳进去。如果可行性 OK 的话，请纳入好吗？不要老是让你等那么久。每个地方都一定没有管线，这个要看它管线刚好埋在什么地方啊。因为刚好有些区块它刚好下面就有民生的管线，所以三重区当然有些用户接管它已经接了，它可能就已经突破它没有管线管障的问题。但是有些区块还是有，比方龟河区可能有部分的问题是安尼。那他刚才同济里长在讲，有五月八号去会勘过，但是这个部分查了，还是那边有台电盖满在那个部分。那里长有建议那个部分，我们要再去研议看看有没有办法省。伊来，我头先讲的，我污水难当讲，我一定会讲。这个中央双向的沟通，区公所、里长、议员、局务所长。我们不是在应对面对议员的执行，我们是要平行沟通，所以沟通之间大家有互惠的气氛，大家要有在沟。针对地方需求，侯友宜提出钱和权都将下放给区长，要求各局处要全力配合。我要请我们的区公所把该修的路，把及时该花费比较经费不负担的，像公文啊、德罗啊、罗丁。这请求盘点出来，该做些做些，唔免到农地加咧管理。所以干部中，包括做技术，伊就全部配合。所以看区长，我都去做这个代志。所以是第一，立即解决问题，给区长人跟钱下全力下放。治安也是里长关心的焦点，要不要加装监视器，需要整体规划，通盘考量。那刚刚里长有提到所谓的要增设监视器。那每一个里长只要知道说要增设监视系统，我通常我们也会根据里长的需求，我们会派出我们同仁去现场会看。我们不敢说哎哪个地方一定要有，哪个地方一定要没有，哪个地方一定要设，哪个地方一定要增设，我们还是会看。那我们也希望说里长能够相信专业啊，你去看一下，别当者别筛者，就是别筛者。啊，卖打开个行当行筛，我爱讲别筛者别筛者，爱筛者票真行。我亲目睭看，三年多吼。一个警察在里长在看你有监视系统，看三点钟，为着啥物干在？为着毋是破案，为着因个里面讲巷仔内底一个一锅头啊，拍无去，煞甲出去，毋知影，才看三点钟。即种物件吼，恁个里长你拢做过？迄时浪费时间，佫没有效益，佫侵害人家隐私。你有监视系统，为了什么？只有两项：治安和交通。所以我要求就简单了，爱大家甲我做团队，袂使有治安死角。里长提出的案子能立即解决的，侯区长要求团队要马上处理。不过有里长和议员反映会刊在会刊，老是没有下文的案子，侯友宜强调要列管追踪。因为很多里长都有这个污水的问题，但是你要想个配套方法，不是用念就好了。老是要我们里长帮你想方法，也不帮忙，也不处理。等那么久还在等？我们先讲了几十年了，跟那个亚龙港沟也是一样的，还有那个很多沟都一样的，你回答都一样，对不对？这个市长要去裁决的，不是水利局的。对，等下市长要裁决。遇到台阶时阵，大概各位清楚，市长来做决定。甚至
有爱该排过，较咧过去会较时间就好。但是啊，拄啊蔡英文讲个讲了真对，会开的物件会开过，但咱参与过的物件，台去用钱尔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会开。我有一个单位专门咧追踪管控，讲过话做过的差事来搞内管追踪，相当重要。我两铺外铺这个搁做一个要求，我副局长一年七八个月暑假期间，都会来跟大家对账，这条做到什么，那条做到什么程度。所以，搁经过半年后，换我，今年底还是明年初，我还搁还来搁开。啊，当时我迄阵啊，拢无做，你来甲我开，啊，拄好尔。里长们提出的各种市政问题以及建议，市府研考会都会列管追踪。未来三位副市长会到各区检视进度，今年七八月会再举办座谈会验收成果。记者沈志勇三重采访报道。